直播，所以得没关系，所以得我得试一下咋弄比较能让他稳一会儿，因为要看到那个张老师，但是他得抓得住，他有点抓不住。要不要在上面弄个东西？嗯，我在想，可以往前倾吗？让他那个体积大一点。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可以把这个往后倾。但立得住吗？我觉得这个太薄了，哦、你把它太薄，那不行，我就放在这儿。你这样子试试，嗯，这样可能好呀。我操，太滑了，还是有点太滑了。那我就放这儿，那我就放椅子上。拿个什么东西垫一下，稍微有点。有没有什么梳子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哦，这个特别稳，好，谢谢。有点矮好像。我这个可以，我这个可以把它养起来一点。我靠！谢谢，救了命啊！应该这样可以。应该这样可以。这条直播。对，弄直播，刷一万。是在斗鱼上吃的，真的真的是一个是什么是是被的，真现实。
奶油好了，你觉得特奶好，特奶好。这好像放一个直播，一个
I think we should start. And any, hi Christian. So any latecomers, so I'm gonna tell them we're gonna reach our maximum capacity, except for her, this way. Okay. So, is that okay? Yeah. I mean, if they're already in the elevator now. Okay. Okay. Yeah, okay. And I'm gonna call them. Right? Okay. Sounds good. You can do the issue. Yes, I will. Thank you. Thank you. 大家好。So I do English or Chinese? I see some.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雪城大学我们的纽约校区 Fisher Center。我叫王飞，我是雪城大学建筑学院的老师，我主要负责的 MS program。非常感谢大家能光临，也非常感谢这个 APT 的邀请，也非常短暂的时间，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 Michael Speaks 院长的大力支持，也跟这边协调了很多次。当然这个我们的 Director Angie Cole 和我们的Program Coordinator Shell Lee 也帮了很多的忙，因为这边本来是今天晚上还有其他的课，所以把其他的课移到了其他的房间去。然后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张永和老师，然后我就不做介绍了，只是前一段时间刚好我也写了篇文章，写这个中国建筑教育家的影响力，也张老师也帮了很多的忙，然后没想到这么快又见了。现在就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的 ATP 的这个APT。 非常感谢这个雪城大学建筑中心和王飞教授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会场里面。其实非常建筑我不需要过多介绍，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然后两年前张永和老师曾经来过一次纽约，在这个跟我们建坛来过一次非常精彩的交流。然后两年之后我们这次非常有幸能够再次请到张永和老师来这边做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交流。然后这个主题我就不说，因为刚刚张老师说我说的不对，要不我们就欢迎张老师。大家好，
行，听听啊，好，啊，谢谢。我也就不再谢各位了，还有各个机构什么的。我其实呢，就是原来呢，我的同事，在同济的同事那谭老师呢，就说要不要再和在纽约的中国建筑师聊聊啊，所以我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态就答应了，后来过几天就变成一个正式的讲演，然后这问题就不一样了。讲什么呢？后来我想我们非常建筑呢是个老字号，今年正好是25年了，所以就讲讲这个，从这个名字讲起呢，再讲讲现在我们做什么吧。反正我估计我讲了一个小时，然后一个小时呢还是一个对话，一个讨论，大家有什么问题哈，都可以提啊，或者就想说什么。所以现在呢，就是我先讲了，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这个非常建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哈，也可能不知道。我就给大家讲讲，就是大概正好是就是25年前呢，就是我和我的搭档鲁丽佳，他就是最后迟到进来的那位哈，就想注册一个名字。其实呢，当时是不是很严肃的，因为当时如果要是个人的名字呢，在国内呢会被认为好像不像个公司，得是编一个名儿，所以我们俩就一凑就凑了这么一个名儿。其实这里再有点故事呢，就是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在国内实践呢，就是特别有挫折感，所以鲁丽佳呢就说是，要不然咱们就叫非建筑，好像也盖不起房子了。后来我呢比较实际一想，那谁来找一家做建筑的，是不做建筑啊，非建筑。后来我就加了个非常，就把这事模糊一点。严肃的说呢，当时其实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中国那个就是奇奇怪怪的建筑已经开始成为主流了。所以我们就想，如果那个是主流呢，那个就是变成正常，也许我们做的这事儿呢就是非常，其实有绕了一个弯儿的，正常非常绕了一个弯儿。当时没有想到的呢，就是25年之后呢，到底我们做的是正常非常这问题从来没有解决，就变成实际上是我们工作的这个问题哈，变成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就开始，哎，这能不能再把灯给关了？好，谢谢。所以就是因为是建筑实践嘛，就用一些项目呢来给大家就是谈谈这个话题。简单的说呢，我们发现呢，我们是两条腿走路了，一条腿迈出去呢就是正常，另外一条腿呢再迈出去呢常常又是非常。所以给大家看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项目啊，这就是诺华在上海的研发就是研发，也他们也叫 campus 啊，这叫一个园区。为什么说这是正常呢？因为那个思维方式呢是相对那个常规的，所以我们关心城市问题。在这个项目里呢，城市问题呢其实是郊区的问题。这项目在上海张江科技园，对张江，对浦东，我们当时已经形成一个认识。这个年头是2017盖好的，我们开始做的年头是2006，这个项目盖了10年，盖了原来规划的1/4啊。然后我们很关心的诺华员工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应该说呢，首先是这诺华的业主呢给我们提出来的，把生活的一个环境要设计成为一个，对不起啊，把工作的环境设计成为一个生活的环境。那作为建筑师呢，这两道题呢都可能有一点点呢还是虚。那最后呢，就都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设计城市啊，我们只是在一个城市的特定的城市环境里做一个建筑设计，就转化成为一个空间问题。那空间问题呢，也是最典型的建筑问题之一，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刚才讲的也是相对常规的。所以最简单的说呢，这个空间问题呢是跟传统又有关系，这个也是 很主流哈。我们呢是把也是院落，本来我就有这个兴趣，因为我自己是在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给转换成为这个园区的一个组织空间结构。我没有放总图啊，可是这儿其实能看到一点，在中间呢有一个大的，等于叫它一个公园似的，然后每个建筑都自己带一个院子，所以中间这个是非常建筑设计的，院子在前面，然后右手呢是刘家坤设计的，院子在后面。这个呢是智利建筑师 Alejandro Aravena 设计的呢，院子又在后头，那这就是什么前后这么倒的，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呢就是我们设计的那个院子里面，这个设计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是仅仅是一个漂亮的景观，而是呢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人呢，他有机会到院子里来，能够使他的生活呢跟关到一个办公室里8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的不一样呢，那他有机会跟这个户外的这个环境呢有所接触。这个是站在研究室实验室的这个楼的底下廊下看对面的餐厅，所以这个每个院子呢是有研究办公的空间，然后有一些公共的空间，还不是有一点，是有很多的。那这个呢实际上是诺华这家公司他在他的瑞士总部巴塞尔做的时候呢建立起来的一个传统。他们因为那个餐厅更多呀，就会有很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请一个意大利建筑师设计一楼，然后楼下就吃意大利菜，请个日本建筑师，然后楼下就吃寿司啊什么的。那我们这儿呢其实也有几个餐厅啊，这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然后从建筑上来说呢，大家已经可能一下就看出来，可能在体型在形式上呢都不是真正我们工作最重点。如果要用英文说啊，在问就是 What is a project？ 那这个 project 实际上就刚才讲的那个空间结构，这个当然有材料的考虑，有结构的考虑，可是都不是重点。所以当然院落呢作为一种公共的空间啊，然后也带到室内去，所以最终在旁边都是实验室，中间这一系列室内空间的应该说公共空间呢，其实是在所有空间里最没有没事是哦，不用我其实用箭头指，那我是怎么把这掐了，是不是可以掐了？好。其实呢是在功能上说呢
是最没有明确定义的，恰恰成为最重要的空间。所以这一点呢，啊，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是也可以说呢，它最接近一个纯粹的建筑空间。希望发生什么呢？就是有人要到这儿来，他不想工作，来休息，碰到一个同事在不同的楼层上做实验，两个人因为聊天拉家常，也许开始讨论一点工作呢，然后碰撞出点什么。所以实际上是把这种正式的工作如果说也带过来的话呢，就变成完全融入生活的一个随机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项目呢，最终的可能呢，也可以说呢，开始做一点事儿呢，不是那么是就叫常规吧，或者寻常，就是其实我们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使用的功能的策划啊，英文叫 programming。在纽约大家可能都熟悉，就是那个建筑瑞士，也正好瑞士建筑师把那儿舒米他一直感兴趣的一个事儿啊，他叫什么 event city 啊，又是吧事件城市什么，谈的都是这个。一会儿我也给大家讲，其实就是如何使用一个房子，是由建筑师有的时候是主导的来设计这个使用的可能，这个使用的可能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生活方式呢？就变成我们那个相对非常的那边的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下面这个呢，可能大家也见过照片什么的哈，这个呢就是属于一个典型比较非常的一个项目，是在2001年的时候呢，我参加日本的新建筑的一个设计竞赛，当时的那个题呢就是要定义一个新的玻璃住宅，那我就想到是不是把相对这种田园式的经典的现代主义水平向的玻璃住宅给转化成一个城市的。这个转化的过程呢，就出现了一个垂直向的，也就是说墙呢当然都是实的哈，那个屋顶和楼板呢都是玻璃的，所以外头看呢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那个被误认为是地铁的通风口啊。然后但是进去啊，就是看到这个就是看到，也可以说体验这个垂直的透明性，从最底下的地下室的设备啊，一直到那个这层的等于是贴近日常生活的设备，再到家具，再到一个上面更有一个纯的建筑空间，是为了大家如果喜欢打坐呀什么的禅修之类的。所以这是等于是有家具的啊，是可以照顾那些比较实的生活的需要，到上面当然就是一个纯粹的啊。然后当时也是要想象一个生活方式，就跟那个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那竹林七贤里边的刘伶这个人物呢就是发生关系，刘伶呢就在家不穿衣服，后来那个摄影师对这故事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其实有点糊涂，是他是拍他自己还是他拍的另外一个人，反正这小伙子就拍了一系列这个带小人的照相。所以这个我在这无非是想说呢，这里有一个对生活方式的想象，这个生活方式呢并不存在于对与不对，但是
一个有些人可能会接受，甚至会有兴趣，那有些人呢可能不接受，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房子盖好之后，我们也去住过哈，就是体验一下到底怎么样。好，这就不多说了啊，基本上呢在这小结一下呢，实际上刚才讲这两条腿走路呢就有一些相对典型的项目啊，再换一个词儿，那偶尔，实际上是偶尔有机会呢有一些比较非典型的项目。那当然呢更多的呢项目呢好像现在是在不同的一个比例的情况下呢，是既是寻常的也是非常的，既是典型的也是非典的，其实也并不是说的很清楚。这个项目是在湘西的吉首，大家可能一说吉首并不是很熟悉啊，实际上呢在湘西这个是苗族土家族自治区啊，有一个城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叫凤凰。那凤凰是一个特别出名的城啊，因为沈从文，因为黄永玉，又是一个旅游的名城。那这个自治区的首府呢其实就是吉首，然后我们呢就是有机会呢，因为我们给那黄永玉先生在吉首大学做过博物馆，还有一些教学研究的空间，所以那个黄先生的推荐我们做这个吉首美术馆，他呢其实还是个捐赠人。那当时呢就碰到了一个比较不寻常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他呢是九十几岁了，政府呢要拿出一块地来，来做这项目。当时呢是有三块地，他呢就是年纪大了，他说干脆就是我替他去看地去，所以我就去了吉首。去了吉首呢发现这三块地呢就是又大又好，可是都是在开发区里。后来我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一个美术馆看展览？那我想呢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呢都是感兴趣的人来看，那是不是有一个可能呢，美术馆待的那地儿呢，把美术馆搁一个地儿呢，可能很多人呢是因为就像今天天气不好，就是太冷了，可能就进去搂搂一眼，一看哎有点意思哈，从此对美术开始有兴趣，有没有这么一个可能？所以我就跟那个吉首市讲说，能不能这些地哈，这些特别好的地你们都可以留着去开发，在老城的中心啊考虑。就我就挑了一块地呢，这块地呢是没有价值的，这是其实一说啊其实没那么神，就是水面上这块地实际上是没法就是卖的啊，原来也不是开发的计划之内的，所以实际上就是什么，就盖个桥，所以这就是后来的设计啊。当然这个政府觉得这想法挺好，所以我们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思路。既然是桥呢，就要走人。然后大家可能也了解哈，像在浙江也有啊，在当然这个湖南也有，在那一带呢，其实有很多桥，而且有很多廊桥，咱们叫风雨桥哈。那这风雨桥呢，其实真的有点像那个，就是咱们因为广场不是中国东西啊，就是欧洲城市里的一个广场，所以大家在那儿歇脚啊，做小买卖啊，其实
因为就是上面有建筑嘛，桥上其实可以有很多用，所以我们呢就是在底下呢就有一个刚做的桥，一会儿给大家讲为什么，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人行的桥，然后上面呢再有一个混凝土桥呢，是一个博物馆。那为什么有两种不同材料呢？就是湘西这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湘西的这个同行在这儿哈、啊。那地方呢，每年都发大水。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当时涉及到了这个防洪的水位之后呢，还得考虑呢，可能发更大的水呢，它不但要有水流通过哈、啊，很大量的水通过，同时还要呢。能够把那个树枝啊、树杈飘下来呢，让这个钢桥的这个构架能把那些树枝切断了，然后再继续冲下去，所以五道层成那个堵塞，所以已经不是就是仅仅一个建筑选择，是完全环境现在认为是比较合理的。然后美术馆里边当然有藏画啊，有这个艺术品啊。就当然用了另外一个结构考虑，所以这两个桥一搭呢，就成这样了。然后一边有一个桥头堡，是都是入口，因为这城市是在河的两边，所以你可以从左岸进，也可以从右岸进，所以是有两个完全同等的入口的一个博物馆。所以当时这设计的一个搭法就这么搭。步行桥的顶就是一个大的展厅，一共就有两个展厅。然后呢，上面呢，这个混凝土的结构里面呢，又有一个小的一个等于画廊，所以这个就是基地。这个其实因为那个。钉子户啊，这种原因啊，就是实际上像这块地，后来根本那个政府没拿到，所以还这点也没拿到，拿到等于最小的地，就是在两侧，尽管这块都等于刚才讲等于没有用地啊，两边还是用的，这就是一个平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房子呢。都是连立式的，下面就是底商啊，上面住宅的一个基本的，他们那个吉首市城里的一个基理。这个图呢，给大家看到的呢，是那个这个步行桥的这个平面，所以这两边对于美术馆来说呢，相当于是地下室啊，所以有好多。辅助空间，这个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一个模型啊，这是几个剖面，所以这可能这俩都比较清楚。上面的桥，这是底下的桥，然后包过来就构成了小画廊大展厅。啊，但是底下还是个风雨桥，等于有底儿。所以这个呢，就是施工呢，就到这儿了啊。当然，这个建造过程呢，也很复杂，也很有意思啊。实际上这个桥呢是在边上盖的，这个钢桥是因为同时呢这俩桥盖呢，那个。吊车呢会打架，所以混凝土盖的时候呢，这个所有这个钢桥的预制件运到现场，在边上把它组装好，然后这边两边搭了轨道，把这个桥给滑到那个肚皮底下去，啊，这些都是施工临时的东西，最后会拆掉。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可以。发现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非常的因素，就是策划这使用呢，其实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刚才讲了，比较特殊的呢是作为建筑师呢，我们参与了选择基地，步行过桥或者在桥上这个休息或者是做小买卖，当然就跟那个上面的美术馆呢同时发生。这个想法呢当然也是建筑师来的，然后被这个业主方哈、啊、就是吉首市的政府呢就接受。所以呢通过像这样的项目哈、啊、我们越来觉得越有一种那个一种积极的这个感觉，就是其实呢在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呢，建筑师是可以参与对一个项目的策划的。这样的机会呢比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哈、啊、比方说美国来说呢可能真是多不少。所以这是一个项目。然后下面一个项目呢看貌似可能不太常规哈、啊、其实是一个相对常规的项目。这个呢这个是吴大宇，大家我不熟悉，我看我这好像有点。这个吴大宇呢是咱们中国第一个抽象画家，他是江苏宜兴人，然后年轻的时候呢去巴黎学画，这些都是大家可能想象挺熟悉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回到了国内之后呢，他就去了杭州，去了国立艺专，就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去教书，这个官办油画系的主任。可是呢，他画的画呢是抽象画，所以好景不长，因为他画抽象画，政治上不正确，在1951年就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公职呢，我给大家，这跟建筑不是直接有太多关系啊，不过这人的故事我觉得值得听听。那他呢就去了上海，在待在上海呢，就是在他们家是一个连立式住宅啊，这种典型的等于石库门房子，其实还不是典型的石库门房子，是个连立式住宅，是比较再高级一点的，等于是花园洋房和这个石库门之间的这么，因为我们都去看了，然后阁楼上呢有10平米，有一个窗，所以呢他呢一直到他这个90几年去世，他画了上千张，就大概明信片这么大小的画。这是他的那个，后来他有一儿一女。这个就是他的画室啊，等于堆东西了，也倒也没有再多的动。然后这是他画的画，他是画这抽象画，他用蜡笔啊，用油画棒。所以他其实出现了一个情况呢，即使在当时的中国呢也是比较少的，就是他画的画没有观众，然后当然没有画廊，没有展览，没有发表，然后没有任何今天支持这个艺术的整个的这个基础设施。他画的画只有一个人看，就是他自己。后来呢有一个特定的情况呢使得他呢的名字呢又被这个艺术界想起来了。那这个原因呢就是他有三个特别出名的学生，所以这教书还挺重要的，王老师。就是这一个呢大家都知道吴冠中，然后第二个呢也可能知道赵无极画抽象，就是因为他了。第三个是朱德群，所以因为这仨学生大家发现有这么一个老师啊，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有一次呢还有人采访他了，就问他问题说你的画为什么既不签名也不写日期啊，他回答就是说这画画了我自己看，我要签什么名，反正每天都画，谁画了好多好多。所以他的画呢
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儿哈。我自己因为为了做这设计呢，就来回看了，发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哈，跟他这三个学生比哈，可惜我没有他们几位的画在这，就他这里完全没有取悦于一个观众的东西，他可以很难想象，其实在一媒体社会很难想象一个画家所谓画，他画画是不想，哎呦别人觉得我这画好看难看，所以他是画的色彩很鲜艳，可是一点甜味都没有的一种画啊，罗里巴索讲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学建筑我都感兴趣美术，要了解这么一个重要的画家其实本身是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这是他对他的艺术的三个描述的词儿，在一个浓缩的版本呢就是俩字儿，一个就是力量，一个是安静，这俩字儿在他来说呢像捏固在一起的，所以他那俩孩子哈，他女儿呢就是跟着他的线就叫无重力，儿子呢跟着妈妈的线叫受重名，所以他把他这艺术的追求就给孩子起了名字，所以这就是我随便找几张了。然后他呢不仅仅是一个画家呢，也是一个诗人，这首诗呢就好像是在谈的是建筑，那也许不是，可是呢完全可以读作是关于建筑啊，这个影子和形体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然后后面两句实际上是两组很有意思的矛盾，一个他在那儿进进出出啊，可是没有动静，然后光阴当然是时间的意思，可是又是光的意思，然后光呢跟黑暗的一个关系，当然我也不知道太懂他到底想什么，就可这意思呢其实呢我们还是试着呢用来对我们的那个平面呢可以进行一种分析，大家反正一看就明白哈，这就是这个影子想骗过形体，这个呢就是这时空关系啊，时间在嘲笑空间，这好像比较最容易理解啊，比较直白的，所以在这里呢一会儿看到呢可能我们也是试图想把这个西洋的这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咱们传统的写意这个概念然后带到建筑中去，所以呢用它来对室内室外空间的关系，室外和室外空间的关系，廊和院的关系都进行一个可能再定义哈，对这个像这是土地关系吧，就是所以在这个设计里呢最重要的可能这空间啊可能又不是那个实用的，而是这些过渡空间，这些过渡空间呢有的时候是有顶的，有的时候是没顶的，那整个呢就构成了一个时空的体验呢，使得在这一块不大的基地上呢，我们觉得呢一旦进去之后呢，是不是一个来看画的人呢可以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时空的一个尺度，是不是基地觉得大了或者时间觉得长了，所以这是进门，哎啊箭头，这是从这儿进来，这点是一个空间，是等于是个门厅了哈，里头有售票，有小麦，喝杯茶什么的，这边是洗手间什么的，所以是过来是看到了，是第一个空间，这种狭长的，你说是廊吧，它是没有顶的，说是院呢，它可能又过于线性啊，这个当时画了一些研究的图，然后这第二个呢可能更像经典意义上的廊，实际上是对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一个方向是对透
透视的压缩，一个方向呢是对透视的夸张。这个等于是，这个就是反过来从吴大宇先生的一个永久收藏的一个馆倒过来看，这是禁止的是吧？这当然有，就是有一个水院，从宜兴，当然这是在，哦，对，我忘了说了，这项目是在乌镇，所以到浙江，然后呢，我个人呢，正好也是。就是父母都是江浙人，所以我讲一口这个胡同北京话，可是实际上我那文化基因也是江南的，所以当然跟水的关系。然后我们把那个吴大宇先生十平米的画室呢，也做成了一个阁楼。搁在这个美术馆里，然后让他看着这个江南的水，然后这是一个大家一看就看一个缩形的小院，然后这是屋顶平面，所以基本的功能刚才讲了，才从这儿进来。那这儿呢有一个多功能的厅，做展览啊，做报告什么的。这边是办公，这边是茶室，这一条呢就都是展览。这边呢其实是，这是一个住宅，也有一些等于跟住宅联系起来的，半公共半私密的，这个等于接待性质的展厅啊这种等于像亭子这类空间。然后到这儿呢是一些居住空间，给艺术家的，给客人的。在这儿呢是有一个商业空间，还有两个小美术馆，大概这么一功能，还有若干层的院落。所以我们想象呢，如果有力和这个静这两个概念同时存在，是不是构成一种那个比较有张力的空间啊？所以人在里面可能会感受得到这种空间和时间的弹性，所以这就是进门的那接待，然后这是应该是好像是赵无极啊，然后这是吴大宇刚从那个法国回来的时候。这边是刚才说的那个多功能的展厅，所以这个廊下空间啊，院落，这是赵先生，这个忘了，反正都跟他有关系。这是吴冠中，大家知道这个吴冠中是画江南小景的一个画家，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在工地上，一部分结构呢是钢的，一部分结构是混凝土的。钢结构先起来，多功能厅和那个永久展厅。所以这个项目呢，尽管好像我们有机会给一个相当特别的这么一个人来做展览，可是然后那个基地呢，根本是在一个开发区里面。所有的条件并不特殊，做法呢，本身那个思维方式呢，尽管有诗啊什么的，其实延续一个也是比较一个典型的方式去做的，所以它的特殊性呢，等于是最后通过这个比较常规的一个方法呢，可能达到的结果，所以等于在这儿呢，就是。可以说一个呢，等于方法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反正做了这些年认为是开放，它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这个可能就是做一个所谓创造性的像设计这样的工作呢，跟刚才讲制药的那种这个一般的现在今天的这么一个过程来说呢就不一样，
因为做诺华刚才谈到，我们发现制药的它的研究呢，现在今天就有两个结果，它的一个周期是大概七年，也许做不到七年，也许做到七年。这个药它本来是治肝病的药，没做出来，那当然这个项目就失败了。建筑设计还没有失败哈，那当然它也许做了几年就做好了这个药，可是它不会说我做肝的药，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做心脏的药，但它不会有这么一种意外的发现。那个呢，可能是咱们的工作里呢就有的。所以大家也注意到呢，在这里面像吴大宇这个项目，我们显然对这个户外的空间有极大的一个关心。那其中呢，除了我刚才解释的哈，是我自己可能成长的一个过程，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其实是跟咱们所处的这个地域有关系。这个地域呢，大的说当然可以说中国，那更具体的呢就是这个江南。我呢就是有机会去斯里兰卡去看那个 Jeffrey Bawa 的工作，去之前呢我对他的那个作品呢就是特别感兴趣，然后他说的话呢我也比较在意。我觉得因为这个人当时呢就发现他是完全是在西方的教育中成长的，他是去有点像那个金正恩是吧，就是金正恩是在瑞士先念那种中学。这个中国也有一个是王大闳先生是在瑞士念的中学，然后那个巴瓦呢是在英国念的公学，就那种什么我具体哪个学校我忘了。念出来之后呢，当然他先是学的法，学了法，还这故事太长了，不讲要讲他今天晚上走不了。总之呢，然后他后来那个又回了斯里兰卡一段时间，然后最终受他哥哥影响感兴趣了设计，然后回到伦敦念的 AA。 所以他是40岁念完书的，然后拿到建筑师执照。所以在整个过程里呢，其实呢他的血统呢是斯里兰卡本地的这个葡萄牙人，所以他的样子是个欧洲人。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他在大多数的项目里，他建筑项目里不留下任何他这个西方的这个教育的痕迹。我就对这个事儿特别的好奇，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他呢对斯里兰卡的气候环境有一个认识，那就比较对我来说那个后来才知道比较极端哈，就是非常有吸引力。他说在斯里兰卡啊这地儿气候这么好啊，这么适合人居住，这房子呢不但呢不应该有空调，装一块玻璃你都要三思而行，因为那个就是说人就应该生活在室外。结果呢前几年呢就是我们有机会跟一帮西方知识分子，什么欧洲的也学校的老师啊，美国学校的老师建筑师什么的就去了。然后那些西方人嘛，就是他们要按这个巴瓦的方式生活，就是我们所有的事儿全都在室外，从吃饭到开会，反正除了回房间最终睡觉之外都在室外。结果那个叫热，那个、叫潮哈、啊。然后我实际上还好，就是被咬就咬了，没怎么样，然后鲁西佳也病倒了，反正。结果呢不是说告诉大家我们有多娇气呢，就是因为这个经历呢让我发现一个事儿，当然本地人不觉得了啊，
其实如果在南亚，巴瓦可以想象，因为他在欧洲生活那么多年啊，想象人可以在室外生活，在中国任何的地方最热的，就是在珠三角一点问题没有，在长三角应该是太适合人在室外生活了，所以呢，就带着这个信念。当然就跟当然得跟业主说哈、啊，所以呢就有了吴大宇美术馆，还有了这个温州医科大学的设计。这温州医科大，不知道我刚才，这个。这片子摁不下去了，我给大家讲啊，这温州医科大呢，也是属于一个最不这个典型项目。那一开始呢，一切都很典型，包括被这个温州大学城的规划部门把我们的设计毙掉。因为呢，他想象的是一个脚印很小哈、啊，是一个比较高的房子，我们设计的是一个矮的房子铺开的。那是不寻常的呢，就是有一天，大概是三年前了，一转眼，是我们的项目被毙掉，正好是十年，然后北京经历一次特别糟糕的那个雾霾，黑乎乎的哈、啊，就是，结果呢。就温医大的人就来了，就是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负责温州大学城的那个规划那人走了，还是退休了，说咱们重新来，然后连校长都换人了。然后这个呢，这是一点，就真是说被业主感动，当然也不是这一次，这次当然是。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那唯一的情况呢，是另外一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异常的，他们觉得就你原来设计拿来就咱们就往下推进，可是对我们来说呢，非常建筑过了十年以后，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已经跟那个十年前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又重新做了设计。在这个设计里呢，主要的一个观念呢，那就是怎么能在温州嘛，非常温和的气候，在这么一个城市里，让人的活动尽量在室外，至少是靠近室外，行了哈，哎，太好了。所以其实好像有点学究去哈、啊，可是我们觉得真的是可能的呢，就把空间分成四层，就是大家一看哈、啊，就看出来，我就在这儿。这是一个室外空间，这是深色的，是空调的，就是室内空间。平时啊，我永远闹不清楚为什么有半室外有半室内啊，为什么不是一回事儿？可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发现呢，这个空间真的是更属于室内一点，所以是半室内。然后这檐下空间呢，是半室外，就有四层的空间，所以人在其实在这个空间里。的活动，我们觉得，是几乎就是一年四季都是可能的。当然，在气候最不好的时候，那个，这个半室外的，对不起啊，半室内的空间还可以再进到这个室内的空间。那个巴瓦当年哈，他在城里的那个住宅。其实是有一间房间呢是有空调的，反正实在热的受不了了，他还是进去一下。啊，我们还去看了他的那个，他后来的一个搭档，他比较年轻。那个搭档的家，那搭档呢好像就没他那个那么这个坚决的执行这个户外生活的理念。所以有两间房间家里安了空调，我看这个差点是。
所以从上头看的当然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组建筑是八个围出一些大院的，那自己呢当然带着这个小院子，当然有这个很大的檐下空间，实际上是很多地方都挑了，两边悬挑的都是十米。然后呢还有这个，为了既然是半室外空间呢，所以我们觉得檐下空间这两个屋顶之间呢要留一个一线天的缝呢很重要，这个就是50公分的缝。当时呢汇报的时候呢我就有点做难了，因为常常呢业主会问很实际的这个问题哈、啊，比如下雨那水滴下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等着那问题。然后一个校长，那校长是挺40几岁的一个女的眼科医生，这个学校的眼科特别棒，就是我正在想怎么说哈、啊，这雨水这事儿，然后这个校长就说，哎，说下雨天啊，当时不敢画这张，是那个校长说了这句话之前画的，大家看没有雨啊，是有太阳。他说如果要是雨天，这个雨水从这缝里滴下来多有诗意啊。当然我差一点热泪盈眶啊，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呢就是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是一个非典型的情况啊，业主那么理解我们的设计，但是忽然觉得真的就是做了那么多建筑，可能遇到了很多业主之后，应该对业主再酸一点啊，说对人性还应该抱有一份希望啊。所以当然这个室外空间啊就是一个事儿呢，到今天来说呢我们都感兴趣，但是从仅仅的小四合院啊就是已经扩展到各式各样的这个室外空间以及室外空间关系，所以看到吴大宇美术馆，看到刚才那个温一的，我们现在在北京盖一个新的小四合院，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项目，现在马上就要开工了，现在在做准备，这以后下次来纽约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讲。然后这儿呢就给大家讲很简单的讲一下那个巴黎大学城的中国之家，这是我们去年赢了一个竞赛，今年9月份要开工了。那这个项目呢其实我想用它来说明呢刚才谈的空间，谈的这个策划啊，实际上是跟使用这么一个关系多了一些，但是每个项目都有材料的问题，有结构的问题啊，当然有建造的问题。那这个项目里呢其实是比较强调这个材料性的，因为这个项目呢作为在这个园区里这个中国文化代表啊，一下呢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就是学生宿舍变成了一个这个文化代言人了，那怎么带呢？那我们想的呢实际上是用这个意匠哈，那因为大家都可能熟悉这词儿，华夏意匠是通过它而不是通过符号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萨科齐呢当年在零几年的时候，大概2007-2008年的时候弄了一个很那个可持续发展的大巴黎计划，所以屋顶上呢就要有绿植，所以我们把屋顶的绿植可以说呢从中间的这个庭院和楼梯带下来，也可以认为是地面上的楼梯，那对不对？地面绿化通过楼梯呢带上去，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勒科布歇呢，就是在这个园区里呢做了一个半馆，那个半个呢是巴西馆，和 Lucio Costa 两人合作的。他自己做的就是，他是瑞士人嘛，做瑞士馆。那瑞士馆呢，其实是他力推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就是要强调健康，所以人和阳光的关系，人和户外空间的关系，所以他就是单边过道的。所以我们呢的房间啊，比他大至少，我估计是两倍，我估计他那个未必到100间左右，一百人，我们是300人，当然也是300间。在情况下呢，所以就做了一个走廊，在这个内院的边上转一圈，然后外围的再转一圈，大家看的是校园和那巴黎的环路。所以这个呢就是是这个砖的工艺，上面看到，大家看到这样是咱们叫叠色哈，是怎么挑这砖，还有这个镂空墙花墙怎么砌。这镂空墙是在北面，这是南面。对于这砖头的研究呢，也是我的一个兴趣，然后现在在非常建筑呢，就是常常把这道题拿出来呢给大家一起来琢磨。那我作为一个建筑师啊，也作为一个建筑老师呢，就有机会呢就接触到一些建筑啊，看到一些房子，使我真的就是非常有感触的。有一个瑞典建筑师叫 Sigurd Lawrence， 他的故事呢也是一讲就特别长。而他的那个砖头的房子呢，就盖的，到一个境界呢，他实际上是把这个盖好这个事儿完全超越了。对，他要因为不切砖头啊，有很多盖法，他给大家就形容他的不是砖的事儿，这比较好说啊。他的窗子，在他最后的一个建筑之一是圣彼得教堂，他就是有留了一个洞口，然后呢要封上，就裁一块玻璃比这洞口大一圈，然后用硅胶把这块玻璃贴在墙上就完了。大家有四个很小的，当然我这么讲不太公平啊，可是这故事太长，就是给大家想象他特别关心，似乎是他是那代建筑师是不谈的，他自己没留下任何言论啊。其实他非常关心叫到底这个建筑的一些本质的东西，那他也去实践，所以我对他的工作特别感兴趣。在一些小的这个建筑上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实验吧，这是像是去年深圳双年展，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砖和混凝土结合起来的一个结构，是一个信息亭，发个地图啊，导览啊，将来展览之后呢，是准备卖个冷饮什么的。这是泡面啊，所以那个屋顶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一个落水槽，然后这个砖和那个灰缝里面有钢筋啊，简单的说，模型给盖好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技术上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就是把砖头码在那个模板里，然后跟混凝土一块浇在一起。所以这个名字，其实我们中文是叫月半亭啊，主要是跟旁边这个雕塑有关系。这雕塑是深圳很老的一个公共雕塑，我到现在没查出来是谁做的，所以那个其中的那个不光是它比较肥壮啊，就是它那个姿态好像倒过来就是我们这亭子。所以等于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呢，当然是做那个
深圳，对不起啊，那巴黎那个项目。所以在巴黎那个项目里呢，就有一点，我也不认为有就是有多大的一个突破或者是反叛，但是比较明确的呢，就是我们拒绝轻的审美，让日本人去做那个工作，这个咱们做这个重的，所以那个房子也是跟科布的，就是台选的房子不一样啊，是重重的坐在地上，所以这个重量感，我其实觉得是对今天，就是人有这个丰富的虚拟世界的生活的一个互补。因为这个到现在啊，当然有扩大的真实哈，反正我相信有一天这两种生活是可以不分的。但此时此刻呢，正因为可能过了一段没有温度、没有触觉哈、没有任何这直接除了视觉之外太多感觉的网上生活的，可能想回来知道冷热哈、知道粗糙、知道那个分量。这个是接近尾声了哈，听说有很多那个国美的同学在，要不同学毕业生啊，所以就给大家探讨一下母校的情况哈。中国美术学院呢，大家都知道啊，是咱们中国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美术学院啊。然后呢，在今天呢，不但这个学校在发展，就是比如说改更多的房子啊，在良渚的一新小区，更重要的呢，其实是一个观念上的发展。所以等于贵校哈、我不知道那几位同学在哪儿啊，就在想象，其实不是培养一个艺术家，跟传统不传统的没关系。首先想象是超越了美术呢，是要培养这个设计人才。因为当年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关心的就是这事儿，他用的词儿都不是什么设计啊，他用装饰，是都用这种词儿啊来描述。但是就是说他是实用美术啊，他不是那个纯艺术。那再往前走，在今天啊，国美想的是如何培养通才，其实大概是这么一个。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也顺着这个国美提出来的这么一条思路呢来想象。我们可能提的呢有两条，这条其实是跟学校很一致的，就是是不是今天的教学不是在一个课堂里，而是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的。那陶行知呢，不是他的发明，可是呢来过纽约哈、在上学带回到中国去，把他这个口号呢就提得非常的明确。然后呢，我自己的经验呢是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一般的学习呢，在中国的今天啊，现在每家有俩孩子是不是好一点？原来一家一孩子，这孩子可能从来也不洗碗，也不干任何活了，就不动手了。可实际上呢，如果要谈一个生活和教育的结合呢，在麻省理工呢，其实就谈这个拉丁文啊，这 mans at manus， 就是手脚，不是手脚，脑手并用的一个学习呢啊，其实已经是存在很多很多年了，也不是个新东西，对吧？这个麻省理工大概是1850几年。是开始的，然后这校训到现在就没变过。那当然顺着这条线呢，就有了一个特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呢，我们用的中文呢就是工坊啊，英文大家都知道 ，studio 也是它 ，workshop 然后写 lab，laboratory， 全都是说的一回事儿，就是一个空间里头，你不光是看，
不光是说听，你要做了。所以当然这一溜是 Bauhaus， 这个胡杰马斯是苏联的一个当时一个也是比较进步的美术学院。然后呢，这是国立艺专的，在抗战时期实际上的动荡，可是到每到了一个地方都要能够建立起这个攻防了，所以条件不管多差的都要动手。然后美国的学校上面两张是一张是耶鲁，一张是 Art Center， 这是 Art Center， 在洛杉矶的，这个实际上是巴塞隆纳的加德隆尼亚建筑学院，这个都是以这个工作室啊，也是咱们学校，咱说是这就是工坊，为这个主导的空间的。然后再回到那个麻省理工啊，所以这几个人呢，我现在忽然意识到你们现在都认识一个人了。这几个人里头呢，前四个的背景都是建筑师，所以有的你们可能除了那位之外，也最好知道。这个他是。Nicholas Negroponte 是 Media Lab 的创始人了，他在建筑系里做了一个 Machine Group 啊，这个机器研究组，然后做到这个这个就是叫是这个 $100 Laptop 等等，然后 Bill Mitchell、 Larry Oxman， 这个人你们知道吗？ Skylar Tippett。不知道啊，他是发明那个，他也是个建筑师，这个 4D 打印的人之一。总之这些都是建筑师，最后一个不是建筑师，可是他在做建筑，这人叫 Neil Gershenfeld， 就是这个 FabLab， 他是创始人。其实他做的事就是建筑了，他把一套设备送到一个非洲国家，然后这边的设计在那边的打印出来，所以等于是一种知识的分享。但是设计具体就是建筑，他是帮干这个的，所以这些人干的事儿呢都是做东西啊。然后当然再反过来说呢，其他的课也不是课了，其实活动呢，当然还可以有讨论啊，还可以有辩论，这是在麻省理工的一个辩论。这个我不知道，那中间那人也许你们在纽约知道哈，是 Sanford Kutcher，Sanford 的中间这人，他呢是作为这个主持人啊，那是我跟一个比利时年轻的建筑师，我们在辩论一些城市的问题，当然呢，因为就这种活动，其实它不是一个典型的上课啊，不是说一个人站在像我干的现在站在前面对着讲，所以。它是一种论坛，所以也发生在这个工坊里。然后工坊不管你有多少新的技术，高深的技术，那其实还是它是工坊的本质。所以乱糟糟的里头有可能有各种东西啊，包括这个伦敦的电话亭，不知道怎么出现在那儿了。那个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麻省理工毕业的，麻省理工的学生。就是做干那个偷鸡摸狗捣乱的事儿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所以把那个加州理工的一门大炮一个古董就都给偷回到剑桥了，所以在麻省理工看到什么东西都不太奇怪，把一个警车放在那个楼顶上去了，然后还把接着电那个警报嗡嗡来响。然后这是一个，这是工坊空间。那还有一个呢，生活即教育嘛，其实是谈的，英文叫 residential college， 现在中文的普遍的翻译叫书院，所以这个就是哈利波特了哈，当然是牛津大学那种生活方式，整个一个学院的人。
在这个学院的院长是老师啊带领下来一起吃饭，然后这个呢是兴趣社团啊，这个麻省理工，这是铁路玩具，这个是大家在一块做巧克力啊，然后那是一些其他的空间，这是在伯克利，这个我忘了。总之呢，有这些空间呢，是能够使得这个生活和教育呢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觉得兴趣社很重要，咖啡馆很重要，看电影很重要，看电影而且不是在电影院里看，也如果你是电影兴趣社的人，你在电影院里看，否则的话一定是公共空间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电影非常难看，就像这点这一部，就是这电影叫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罗伯格里耶的剧本，是雷奈阿兰雷奈的导演，反正你要能看的不睡着呢，我觉得就是得修行好久好久才能做到这件事。但是在公共空间看呢，你会瞟一眼，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哎，这个是一个怎么回事啊？所以一定让把电影带给同学，带给老师，而不是让你非得去看电影。所以这个就是刚才吉首美术馆的逻辑，是把美术带给市民，他也许要也许不要，反正就在了，而不是非要一个人啊去找这个艺术啊，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又继续的想的细了一点，上面是艺专啊，艺专旗袍嘛，本来实际上是旗人是男的，旗人的在旗的满人男的穿的，后来咱们汉人拿过来变成女的穿的，就当时都这么穿。这个呢是咱们美国东岸的建筑师啊，叫了一个 H.H. Richardson， 他工作的时候都是穿道袍的，这是一个就是洋和尚的打扮啊。那这老兄呢，我觉得他受了中国的影响，这是在伯克利的一个建筑师叫 Bernard Maybach， 是对西海岸这个手工艺运动有特别大贡献的，这是他自己设计的这个工作服。所以呢我们在这基础上呢就是开始做设计，但是设计的是工作服。这是大家一看，这是我们在北京做的，那你好翻起来是什么欢迎，可能针对老外的一个小围裙，那是针对老外的，这是在常来北京的老外自己设计的，是 Sayark 老师做的小工具包嘛。然后当然现在还要装这些电子的玩意儿，所以我们希望校园上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场景是这样子的，然后骑各种东西啊，什么葫芦鞋什么的。所以在这儿就出现了一个平面，那现在正在修改的过程中。那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我们特别强调在这儿是空间的绵延性，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它是一个就是在美国的东岸啊，咱们按照学院里政治正确的说法，这叫 mat building， 是一个就是中文可能一翻就成地毯了，是吧？一个地毯式的一个房子，然后大多最多的空间就是这个一层的这块毯子，然后上面呢就扶着一些那个宿舍，然后一些研究的空间，甚至包括创业的空间啊，等等。所以就跟大家不细说了，当然中间有抠着院子。所以我们想象就这个人他自己工作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跟他学的完全没关系的一个人在不远的地方干的他那个事儿，他可能需要一个帮手过来拉了你们俩交了朋友，互相发现了对方的一个相对新奇的领域，然后呢
边上还有好多咖啡馆啊，再去一喝咖啡，俩人就开始琢磨可以可能自己搞个公司什么的哈。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有人和人的关系，然后有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在那儿发生，但同时呢，大家共享的就是刚才那两条原则，就是一个是这个生活即教育，后来给浓缩成我们编了一个词儿哈，根据美院的校训呢，就有一条叫居境哈，在发展出来一个居学这个居学，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动手，所以这些都是就是工坊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工坊，然后二楼呢有一些等于是比较相对安静的，一些这个上课的空间，否则的话，这延绵的室内空间呢，如果说它被打断呢，我们希望被室外的空间打断，有很多这个半室外的空间。这点是有图书馆、美术馆，在设计的里呢，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美术馆里如果有一个展览在一层，那也许就是那个展览你不用进去，你可能根本把它不想看，是等待学生偶尔在这路过去发现的。这个宿舍，然后底下呢就是兴趣社跟工坊根本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再上来呢，这是一个宿舍内部的一个，也可以叫做一个起居室哈，有一个公共空间聚会的地方。这山已经老了，现在已经都改变了，上面还有一些那个这个共享的空间。所以这个学生呢，下了楼其实就进了这个工坊了，等于就进了教室了。但是这教室不是一间，整个工坊是教室。所以快给我越讲越慢啊，给大家看，反正这是一个大的这个纵方面。然后呢，在这儿呢，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开始做建筑了，开始做的比较细。那就是有一个出发点，这出发点呢，实际上是跟艺术有很大的关系呢，就给大家一看就知道，实际上是跟抽象有关系，跟这个视觉 perception 有关系，跟那个画框、取景框跟框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其实去年呢正好在上海的空间艺术季呢做了一个装置，所以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些都是能转的哈。就是其实当时呢也给大家一看，就是希望大家呢是找墙上的这些标记，所以大家都是根据马列维奇喜欢画的一些东西来做的墙上的转角，可是在这个里头一看呢，变成这个黑的十字变成一个平面的，其实是把空间也可以说给抹掉了。那这个是在上面的那个圆锥筒上，我们做了一个标记，这个呢比较难明白。这个是看人的头顶的一个取景器，戴了一个黄色的安全帽，上贴了一块圆的那个红点，所以这是一个看的是一个人头。所以这个最后要找到，就发现这张马列维奇是在自己头顶上。然后这个是那个是当时深圳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啊，这个刘晓都建筑师在那儿看，然后他背看，然后当然这都是墙上的记号啊，这看这马列维奇可以看比较清楚。这是我们想的哈，就是人看马列维奇，后来发现今天的人最感兴趣的不是看马列维奇，是看自己，所以就出现了，就是当然也跟朋友分享，这是其实是三个人哈，这两张脸不属于这身子哈，这是那第三个人，
这几天不是就闹腾第三个人哈、啊，这美国大家要关心美国政治，所以这点也有一个第三个人，这三个人在玩一个，这个是一家子，这个一看的话，我们觉得设计出了重大的失误哈、啊，完全没参与，这个父母自己乐去了。那还有这老兄弟，他最狠的一个人，在这儿呢，就是想跟大家说的呢，其实我觉得作为建筑师呢，如果要设计什么生活方式啊，策划这个功能啊，可能得有一点哈、啊，就是你自己得信。就是说你要想马列维奇抽象的几个方块几个圆圈，老百姓怎么会喜欢，那这事儿就不会去做了。我当然你也得有点冒险，就是像我们这也不知道老百姓喜欢，后来成了那厂子里头，这都不知道，这叫展红啊，就跟不有网红那排长队，我都不太理解的。后来当然发现他们也没看马列，所谓马列维奇，反正看自己，就看自己也行啊。那这个想法呢，就想带到国美去，所以这是我们研究模型，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取景器啊，就是其实是把大家的视线不是引到建筑上去，而是从建筑上呢引到天空眼，引到地下，引到这个周围的梁柱啊等等，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都是。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宿舍上面一些可能的取景器啊。最后还给大家再说几句这个特别叫什么正能量啊。我们呢还拿到过一个项目呢，是在上海青浦设计一个公路桥，典型的，所以一看呢就觉得没这么可设计的。它就是中间就是一边三条道，汽车两个方向，然后在边上有自行车，然后还有就是人行道。那人行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呢？我想这个车要是坏了可能会走了，否则的话，因为它不是说它方便不方便走，是没有理由走。那后来想呢，就觉得那我们工作可能是不是找理由，如果要把这个设计条件满足，所以我们的设计最终呢就让这是远看啊，是这样，是这样，怎么回事，是这张也不太最说明问题，看这张吧，就变成这样了，宽度都是按照任务书给的，所以这个自行车呢和人行道呢就变成了在桥中间的一个公园，现在我们正设计绿化呢这些然后那个汽车呢就在走边上走上面了。那当然我们去给业主也是汇报，反正这汇报就还不如我还跟你们还说说笑话什么，到时候当然很严肃的讲为什么这样做，大道理都讲完了，后来这项目就没信儿了。然后呢等于是这是另一个温一大的版本，过了两年多了，去年大概十一月忽然有一天，就是我们办公室接到电话了，说这个就是业主方同意盖这桥。所以有人啊说你怎么说服他呢，我不是不想说服他，这你能说什么呢，反正该说的都说，反正就是这样，但是也可能两年之后不行，也没可能三年，然后也可能十年，当然也可能马上，这就不一定，可是你自己信不信这是一条更好的桥啊，我觉得是还是比较关键的。所以呢就这个项目呢，尽管我现在这么说的好像我所有事情很有信心啊，
肯定不是我，可是受种受到这种事情的鼓舞呢，还觉得真的要比较积极的去想，尽管我自己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啊，就是没准这个桥它真的对这个人的关怀多了一点儿，也使人有一个理由来这个公园，然后他不见得就跨过去，或者在这公园停留，所以这么设计呢，就是等于是有它的道理吧。那也许它就有可能这个发生，那当然这次还是幸运了，就发生了。所以用这个项目呢，也可以说呢，在今天呢，经过这25年实践，我们可能不管是异常还是寻常，什么典型还非典型，总的来说，其实我们也觉得我们有理由呢，是以更乐观的一个态度呢去做下面的工作，而不是受了25年的折磨呢，就老老实实的哈，可能去做一些工作，反而我们可能不太信的。所以呢，就是用这个比较这个慷慨激昂的话呢，就作为我的这说话的结束。好，谢谢大家。可以半个小时吧，这边谁没有吗？那边第一个举。张老师您好。哎，谢谢您的讲座啊。我刚才听您说那个，就是您之前介绍有一个关于材料的那个建筑，就那个楼，您说现在人都玩手机哈，不这个不触摸，就触感消失了，消失很大程度消失了。说您想把这个楼做的一些重一些，想让人重新触摸这个粗糙的感觉啊，粗糙的感觉，还有那一些别的质感。那我觉得这事儿特好玩，我觉得就是说，我喜欢把这事儿称为乡愁，就是说，我是觉得以前的人可能是更。因为他以前没手机吧，以前没电脑，以前没有任何数字的设备。那以前他们人是不是跟楼互动的更多？就他们跟物理世界互动是不是更多？那么现在就说，那他们可能是不是？那现在的人，咱们就是说，咱们上网，咱们看个电影都不去电影院了，就电脑上看电影。咱们可能就不乡愁，对物理世界的乡愁可能就没那么大，或者说，就他就是说，可能说以前的人跟建筑的互动更多，那咱们现在可能建筑的互动少了。那我觉得就是在我这儿看，我其实有两种观点或者态度，就是我觉得第一种可能说建筑更多像您说的，可能或者说就是更多要重一些，就是跟那个数字世界相反，就是说建筑应该把人拽回这个物理世界，建筑是本质。但另一方面，你们会想，就是我们可能会想，就是建筑是不是就是说迎合这个数字的发展？就是说，你像比如说，我不知道您看没看《三体》啊，就是人类说发展到一个程度，满世界墙上都是数字触屏。就是几乎没有物理实体了，但是你去哪都是数字屏幕，就是说这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那我不知道您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不是，刚才说的就是这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可能的关系哈。因为如果按照就是咱们都说的最极致哈，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虚拟的事业发展，最终就像有些电影里一个人就可以躺在那儿什么都没干，还觉得自己吃了东西，还觉得自己触摸到什么等等等等。如果技术给人带来的生活到了那份儿上，那当然好像这人跟那个植物人也不是差的最远啊。所以呢，不是说虚拟世界取代真实世界，或者说这个真实世界拒绝虚拟世界。我觉得今天如果说人存在的质量有所改进，实际上是有这些选择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就觉得那个什么都没吃的那个虚拟的吃饭啊，那是为了减肥啊，那个感觉有那么好，还是可能吃真的这个饭。是更是一个享受。
所以你刚才说那电影的事儿哈，看电影的事儿，其实就挺有意思的。反正以前啊是看电影是怎么样的，国内我因为是81年来美国，所以我真的自己想看电影什么的都是在美国看，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在北京除了就是在电影院里全场跟着唱样板戏，这个场景有印象。可是今天像我们家啊，我旁边就有一电影院，我注意到呢，我们那旁边电影院非常满，这还不说哈，他们这些人看电影的方式不一样，是怎么看呢？就是他看完了这电影，是看那就出来了，对吧？是谁导演谁演员都不走，看到谁是茶水谁是司机，一定全都看完了这个 credits 看的完了，然后灯亮了起身走。年轻人啊就特别困惑，说他们为什么这个看电影的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礼貌那么周全哈、啊、因为我上一次碰到这事儿在美国也不是，就是在好莱坞，因为那没准那茶水就是我的朋友，然后司机是我的邻居，都竟认识人，特别喜欢看那个。否则的话一般的地儿看电影后头反正就不看了。我猜想可能呢，你今天给我的一个答案，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都是电影迷，他真是为了那去看的，他不在家看那个小银幕，他要看那大的，都不一样。而且当然我看不出来，那我们也有朋友就说非得看胶片，然后听音乐非得听黑胶是不一样的，对吧？听那 CD 就不是玩意儿，他总之就有些人他不但喜欢那个，他有能力辨别，就是有些东西。当然是不是有一天这个一张唱片啊，就是唱片纸的那 CD 或者跟黑胶完全一样，可是现在到目前为止这个发展趋势并不是往那走的。没关系，即使往那走，可能人类的感觉对一些人来说又发展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呢，可能现在需要想的并不是咱们作为建筑师，这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主题啊，是有一个覆盖全人类的这么一个认识，然后咱们再给别人提供，这个别人也是这个全人类他们需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没有这么一个群体，而是也是一个唯一的可能，从自己开始。你想不想去电影院？如果你想去电影院，你是想要什么样的电影院体验？然后这个体验会不会有人跟你分享？所以那个马列维奇哈，其实就这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谁去看展览的，我无法去为一个我从来没有谋面的人去给他设计。如果我假想他绝对不喜欢这个抽象的东西，而且对苏联那个时期的建筑发展他毫无了解，他也不可能喜欢。其实我那工作最好我也不知道设计什么哈，设计我那个美院的那个方案，这个王树老师看我们那圈儿哈，就他就想起来我不是潘金莲哈，所以那不能想象全人类都喜欢范冰冰哈。其实这个当然有可能有很多人喜欢，那也有很多人未必。所以我觉得就这事儿可能最终的答案不是虚拟战胜这个现实，或者是另外倒过来，而是你要是觉得现实更有意思，你恐怕能找到同道。如果你不信现实了，那这现实的设计怎么做啊？倒又是一个特有意思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挑战。好，我就说到这儿。张老师你好，感谢您的这个精彩的讲座。然后从今天的演讲，包括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读的您以前写的书，
都能在很多方案里面看到一个很强的概念性。包括以前读书的时候是后窗，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今天说的这个玻璃宅，就是您对于一个方案当中概念占就是多，就是一个好的项目，好的建筑项目，一个好的概念占多大的比重？您对于就是概念的想法是什么样怎样子的？谢谢。这概念在最终的产品里，我觉得非常的不重要。可是对一个人做一个设计过程中是可能起作用。我实际上是觉得，就是我自己有很多兴趣爱好嘛，我希望把他们带到工作里来，常常呢，就好像通过他们呢，能够使我对建筑上的一些设计决定，有时候有点像做选择似的，做这选择就有帮助。其实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想怎么说啊，你本来比方说吃酸甜苦辣你都喜欢，你口味说这一顿饭你怎么选呢？你要理性的选就有这选择困难症了。我都喜欢吃啊，可是那天正好你上火闹嗓子，这个理性的这么一个条件你就把辣排除了。其实特别像这个，最终那顿饭没有辣其实是有一个概念的，可是呢最终如果其他菜很好吃呢，大家吃的时候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所以像那个像垂直玻璃宅什么的，当然我是有机会去琢磨一个很特定的生活方式，可是根本不要求一个人也什么谈点那个什么刘玲什么天地是我的家什么的啊，然后建筑是我的衣服，其实是完全不需要的。我觉得就又用电影做个例子，其实一旦你进了电影院啊，当然你也可以在家看一个什么，其实那个电影就完全是根据你可能你的喜好当时的心情等等等等是就是就跟着走了，而不是完全不依赖这个，可是做的人有时候也许是有帮助的。所以不好意思，所以您就是在您看来概念就是一个建筑好或不好，可能对于设计师本身是一个层面的理解，那对于使用的人来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理解，这两个中间是可以有所说脱节，就是有所区分的。对，是可以说脱节。实际上有一点我还想在这说一下，就是现在吧有一种比较形而上，也不是形而上，就离建筑很远的概念呢，我其实起码不是我感兴趣的，我感兴趣的概念离建筑很近的，所以就也可以说理论也分那个离建筑很远的离建筑很近的，所以刚才这例子不好啊，反正我估计这是中文的他也不会听的。刚像那个 Sanford Quinter 他可能就谈那个这个后结构主义的法国哲学，我不认为和建筑有很大关系，偶尔一个人对那个哲学特别理解，他又是建筑师，可能他能把这俩事传不在一块儿。可是我自己的经历见到像 Peter Eisenman 这样非常爱读深奥书的哲学，其实也不真正认为能给传在一块儿。可是同时像理论家像 Kenneth Frampton 像 Robin Evans 都是建筑师的背景， Alan Calhoun 啊刚过世了没几年，好像有些年了，也是原来在都是在纽约啊，在普林斯顿上，他们都是建筑师，自己画过图，自己设计过房子，他们那种对建筑理论的关注反过来从理论看到的建筑，其实我觉得就是根本就是容易懂了，当然也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是完全是这里的区别可大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当时在麻省理工教书的时候，因为咱们东岸是这个虚头巴脑理论的重灾区嘛，有的时候就平涂了哈，反正我印象特别深，一个忘了那个学生哪来的，不是美国人，是不是个亚洲人我不记得，讲完他就介绍完他设计，两个老师开始争了，真的说话就没完没了，说就是那学生，我们俩根本听不懂他们俩说什么，反正只能假设跟这学生做的工作有关系，反正就是那种学，就是学术风气，我个人认为其实对建筑的发展是有一定问题的。张老师，就刚才您已经回答一半我要问的问题了，就是我是在8年前看到那个您在世界建筑上发篇文章，然后说就是当时好像是那文章说是说了很多年不要来美国读建筑去欧洲，然后去德国瑞士，然后结果很多人没有听我的，好像是大概这个意思，然后这个也当时也改变了，就是因为当时我爱人是读他考 GRE 考托福嘛，他把因为看那文章把考试都取消了，然后去德国读建筑，然后改变了，某种程度改变了人生轨迹吧。所以说8年之后的话，我还想问关于这个您对那个就是所谓德瑞的建筑教育和美国建筑的看法，因为我个人感觉尤其美国，其实大部分人对他们那边不是太买账的，就是包括我去看评图也是，他还是比较注重可能一个很个人化的思想也好，或者是从一个改变世界，或者是 diagram 分析图 argument 这种它都是从这种地方去 critic 去做那个批判你的建筑，就往往这个做那个就是 design presentation 的时候，大家可能基本评委都在说这种逻辑上的一些事情，而且我感觉非常普遍在美国的，尤其是 graduate school， 所以这是一个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你这个不是问题。那当然这个实际上是这样了，就是有一段历史吧，其实当然我不知道，可能呢王老师啊谭老师都比我了解的清楚，那在70年代美国的学界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人物，他之所以重要哈，我说的人是 Robert Venturi 和 Denise Scott Brown， 这当然是两夫妇，其实他们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对，当然对这个消费社会，然后对大众文化，他有一个不同的认识，然后引起了一个可以真的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啊，就叫后现代主义。那这个老家呢就是这儿啊，就是咱们待着地儿啊。当时他们在哪儿教书？在 PEM 吧，还没去 Princeton 吧，那会儿70年代，可能是可能还没去，可能还没到那儿呢，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现代建筑呢越来越是教条，之后当然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哈，这个后现代主义呢在美国呢有不同的发展，从那个比较是怎么讲呢，是好像把古典的东西重新启用，到就是比较这个高深的形式上的理论，所以这个代表人物呢也有转换，就像 Peter Eisenman、 Bernard Schumann， 但是他是欧洲人了。那个原来呢那个波普艺术里面的那个幽默就是那种调侃，又在那个古典复古的这回潮里呢又慢慢的又消失了。结果呢就是美国的建筑呢就走向了一条比较特殊的发展的路，有的时候呢就是变得是这个
就是玩世不恭哈、啊，就 cynical， 啊，就是 Robert Venturi 有说嘛，就是这房子嘛，就是一个装饰了一下一个棚子，那这里就是把结构哈、啊，然后把这个材料，就是咱们刚才讲的意匠这一堆东西，其实全一笔给抹杀了，可是房子没什么质量。那另一方面呢，走那个高深理论的呢，就是越走越远。然后你读过 Guattari 吗？啊，你反正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在 Rise 教书的时候，我们院长组织，当时我还曾经是年轻老师呢哈、啊，就我们这帮人去听 Sanford 课，就是什么就是一千个高原哈、啊。就是听他讲什么的，当然作为一个人的这个修养来说也不是问题，可是在同时呢，的欧洲呢，可能英法特别是英国呢，是等于是受灾的哈、啊，就是那个美国影响过去啊，意大利也是受灾的，所以意大利今年啊还是去年是纪念 Memphis 孟菲斯设计回潮嘛。那个都是后现代那会儿的，可是当时的你要看的 Memphis 充满了这个生命力，充满了对这个生命的一个这个庆典似的哈，其实也别忘了那一层。那总之呢，还有更多的美国以外的国家的建筑师，他们还一直在追求一个事儿，也并不仅仅是现代主义呢，而是到底怎么盖房子。德语欧洲其实是一个西班牙，然后拉美，每个国家都特别精彩。为什么每个国家连巴拉圭盖的房子都特别的棒？那这个情况就一直呢就是没有太多的改变，因为呢就有篇文章我建议你们，特别是想教书的老这个年轻人啊，可以读读，作者是 Thomas Beebe， B-E-E-B-Y， 他是一个芝加哥的建筑师，他当时是当那个耶鲁的院长，他当时写了篇文章呢，就是研究一个现象，就是他就叫，我有点忘了，反正叫个 architect teacher， 建筑老师。那第一个建筑老师呢是康敦的学校了，一直猫着有机会，终于有机会干了，可是他要不然在学校里教书。就是他呢就是后边影响了一大批人，对吧，就是太多了，看 Peter Eisenman、 Michael Graves， 每个人都是教书的，然后当然有机会又那个就是建立起自己的实践。那我自己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就当时特别向往教书，当然非常幸运有机会。那在这时候呢，等于这个建筑老师这批人呢，其实就巩固了这个其实建筑学往非建筑走的这条路。所以其中Eisenman 的一句话是一个总结，就是什么是实践，实践是证明一个理论，完全是从上而下的，等于这个建，等于这房子不能独立存在，它只是说明一个理论。你要想那个，就为什么老说 argument， 一个论点，就是你得说说你这证明什么理论啊。可是这个到今天那就是一个美国的事儿，那在其他的国家干这个的非常少。美国日本有一个版本呢，是如果一个比较严肃的建筑师呢自己要传一个理论，人家传的也挺认真啊，可常常也传的不是太好。比方说那个黑川纪章吧，就有一个共生理论，反正每个人都传一个，那个跟美国的也不一样。他是没有真的一个比方说一个哲学思想的基础的，还是更多的是个人对世界的观察什么的。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美国你去的学校越是大牌的哈，就越可能就是
就有点问题，反正。同时，在真的全世界，现在亚洲国家的崛起，除了日本之外，好多学校我看都因为就是，当然也是因为有机会盖房子什么的，其实都没像美国现在就是陷入这么深的一个困境。所以那个，如果还有没上念过书的，考虑换个地儿。哎，有人。姜老师你好，就我刚刚看了你那个吉首市美术馆的那个设计过程，我就非常感动，因为你考虑的不仅是就是设计一个漂亮的房子，你同时也考虑了那个建筑的社会性的问题。然后它让我想起你的另一个作品是在成都建川博物馆群，也是一个以桥为主题的一个博物馆，是桥馆。然后我是很多年前去的建川博物馆群，当时我非常震撼，去了之后，因为那个当时的工作人员比那个参观者还要多，就在国内的景点很难找到这种包场的感觉。所以它整个那个项目就是相当于是你刚刚说的一个反面教材，因为它离成都市的市区非常远，然后它的门票也特别贵，就是普通市民是不会为这样的一个文化情节所买单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当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那个设计的时候，是否有相应的一个思考，或者你是怎么想？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业主哈，那是我和那个刘家坤我们两家一起做的。当时我们的业主呢也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我们想建的为什么叫一个小镇啊，而不是一个博物馆园，我们是完全想象的这是一个住人的地儿。其实如果最老的那个，有时候我们当时也发表过，就是那个最原始的规划图里头有住有商有文化还有整个其他的一些那个配套。结果呢我们就是无知道当时不了解呢中国土地的这个使用是把住宅和其他的使用绝对是分开的。所以这项目因为这个还停过一段时间，那当然又不想这个放弃这项目，土地也在这儿，所以就只能，当然是只能干一，等于是单一功能的土地使用是非常不合理的，它效率起码很低，也不符合人的这个真的生活需要，所以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最后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很不理想。如果当时要知道的话，可能，当然我现在这个话也没法说啊，可能会很不同的一个设计的。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回国实践，就是还会同这问题到现在没有改变的，特别是在我觉得在城市里啊，因为那个情况也特殊一点，是在农村，其实这个功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现在就是一个简单的，其实那是功能分区的一个想法，是一个工业时代的产物。昨天我们还在谈那工业城哈，就是Tony Garnier的，是因为污染把这分区分那么清楚，真的现在大家这什么创意产业什么的显然不需要这套东西。我们今天就是公开的问题就到这里，因为我们这边马上要关掉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再单独跟张老师进行交流。好，谢谢。People who took chairs from the cafeteria to bring those chairs back. Thank you. They're these items like their orange. Okay. 不然呢？毛飞，这个人是，这个不用。就是把平面放好，然后平面清晰，感觉。